2月1日，曼联足球俱乐部宣布，曼联多年的忠实球迷、正能量的青年偶像代表鹿晗先生，从今日起正式出任曼联红魔使者。作为国民偶像，他不仅球技了得，更是身体力行地为曼联及足球公益的推广做出不懈的努力。让我们衷心感谢鹿晗先生对曼联17年如一日的支持与喜爱，期待双方在未来展开更加紧密的跨界合作。消息一出，粉丝立刻攻占评论区，祝贺鹿晗追星成功，期待鹿晗与曼联的合作。更有粉丝表示，我爱豆追星比我厉害多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